天早上起来看到昨天的一些他的片段，我个人今天的功能就是要告诉他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也没有帮自己加分，你就好好的唱你的歌，多唱一点，把你的好歌唱好唱满就好了。你知道吗？听到他在台上讲的那些话，我真的嘎润顺哎。我知道真相不是那么重要，对不对？真相不重要啊，流量最重要。如果他在说一些不规则的哈，这种大家真的不要体谅他了。你们就直接看到楼上 VIP， 我就坐在那，我就掉下来跳上台打他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又像岁月的痕迹。我的世界的中心，依然还是你。我说最近发生的事，你们甚至比我知道的更多啊！我做过什么，我自己也是看新闻才知道的，所以反正真相，我知道真相不是那么重要，对不对？真相不重要啊，流量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全家都出动了，而我妈妈呢，先去楼上坐，那就是来好好欣赏她的歌。早上起来看到昨天的一些他的片段，我个人今天的功能就是要告诉他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也没有帮自己加分，你就好好的唱你的歌，多唱一点，把你的好歌唱好唱满就好了。该说的话给懂得说的人说，你知道吗？听到他在台上讲的那些话，我真的嘎润顺哎。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现场，就说，如果他在说一些不规则的哈，这种大家真的不要体谅他了。你们就直接看到楼上 VIP， 我就坐在那，我就跳下来跳上台打他。哪一句话你就真听不下去？就是他敢捏啊，你去捏人家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感情的事，就是我们也不是当事人啊，没有人问的。可以吗？可以。经验谈是不是要分享？经验谈哦，每凤姐，你们两个在这边谈你们的感情吗？经验谈，我怎么办？时间会不够吧？感觉是